谢谢啊，谢谢，我今朝未有你清风，百五够要来无？百五啊，定期的，对不对？有，不够少哦。百五够要来无？百五拢有啊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公你百五对不对？啊，这我来讲哦。恁两个将来无要讲啥，你话咯，等于无啦。即我家己做，伊话家己拣的，通家己调的，拢按工厂配合的。即我咧公司的电话地址，无食卡来退钱，一件四百，两件八百，卖互你家八百，要食油肉咯，我互你八条，你学了家己的价钱七百，六啊五无五百，拢都唔免，全部少只，拢无啊，准只了，油肉咯。金龙山五个客是两点钟去新客是啊，三百二，三百二，上面食油肉咯，记得啊，三百二，免考虑啊。油肉楼上面写三百块咯，高山羊肉炉美女，我油肉楼你学了家己搭钱，真都没骗你。三百，家己应该的。上面写的，我跟妈妈就写的三百，最后两位三百阿花。三百啊，美女，真的老师，我不会骗你，八阿个通道你学了家己搭钱。三百，那三个人给三百，上面写。三百，高山羊肉炉三百块咯。三百二要吃吗？三百，拢有吧？哈，都有了哦。你有没有吃耳机啊？三百，有没有吃耳机啊？讲，三百够买来无？来，你唔好买回来，给试吃看嘛。来，要分咩？来边啊，来边。快讲，最后两个试吃，大锅龙试吃看看，你个三百，你个三百，好多。啊，这这这有没有？这有 ，OK OK。你迄个人哥要吃啥？鸡卷对吧？你蛤蟆先叫。鸡卷吗？上面写讲完嘞，一人给两包三包手绢，两百了，来两百，讲完两百哈，好钱，小心我，干脆吧，好钱啊，找人无包，七八吧，七八，最后个两百无，有，那边要钱啊，两百，谢谢，谢谢，多少？七块这个，对啦，七块这个，七块钱够啦，够分奖赏的无？全部拢来，我你去后边包落去，我来。被包掉去。主要，我来讲嘛，给钱睇下我。以前叫春季白雪，你人知影叫买鸡无？有人捌听过买鸡无？买鸡就是一种物件吼，迄个菜啦，啊加落去吼，鸡仔啦，鸡仔你去食吼，会安尼切切啦，对无？哎，切切啊，买鸡。无啦，我想我对无？你妈去讲啦！哦，是迄种讲的。来啊！一人给二十条当的，啊！拄仔一个妈妈来个，连续逐礼拜拢买，今仔讲一句话我惊着，伊讲伊拢买我这当的猪泡面啦。一人给十五条，我头尾加五条，二十条，三百、五百，要全部做一个来，一百楼。来吧，你卖我收钱，总收也一百哦，好收钱，一百楼。下了你鹅肉哦，真心没有错。一海一百的要多少？一百块两块，你讲鸡脚要一百，一百。加讲一百块了，这鸡肉来做，要一百了。来一个啊！啊，这话你讲哦，这你免讲，三个都要去啊。你蛤蟆是要拍我吗？来啊！蛤蟆去啊！开！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蛤蟆去不？几个？四个。我两个啊。四个，六个了，六个不够。我来讲，最后个两个价钱，一百了。哎，一百啊！呀，五个。啊，你个差一个了，一百块。最后一个一百块。鸡肉春季保鲜，这希望像你这样，这强价的鸡肉公这当做火锅料，会当炒菜，会当煎的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最后一个，来两个，都有了，五个啊，我两个，这全部包七包，有中二十条都要送的，还有中二十条都要送的，那遐包七包就对了，七包都给你，来，你蛤蟆有加钱吗？手也就分了，来 OK， 蛤蟆先分，等会你加加一点，来蛤蟆加钱，蛤蟆先分，这炒菜慢慢比较。是啊，赶紧去处理，不要分分了，安尼就解决了，不怪很杂，是吧？不要复杂了，够人给钱的无？来，来，等我，来谢谢，来，我过来，上面讲社会八百，来边啊，来沙发，我了，三百两块两蚊啊，三百，这边来当钱，我给钱，他要还钱嘛？安尼有够，来沙发，上面讲社会八百，这边来当钱啊，好了，沙发够没啊？无沙发。来沙包，来沙包两皮啊！沙包够要吃无？这这批人，咱家这有算你少来做，真的。我再搁送我你沙包，我还讲搁一个人加买落啊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沙包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沙包。来沙包两皮啊！这批人当吃啊！沙包咯。沙包。沙包要吃吗？再吃。你给几个骨头啊？沙包够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过来了吗？有啊啦！来沙包。来哦，谢谢，我来吃。跟老板讲啊。好了，好了。
不要这样。这辆虾饼 OK 哦。这辆虾饼对不？这辆虾饼美女，你买一千可以吗？一千。一千好不好？一千啊！我叫你买一千啊！我是讲话你听得懂吗？我你讲话你听得懂吗？没有要一千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里面有两片，一片一百二，两片两百四，两百四加两百四，四百八，算你三百。这一包送给你三百，这一包送给你三百就好，八片里面有酱料，三百了。哎，三百。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你买三百，我就包个三百，三百了，三百块。这样三百。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收起来了，收起来。这边丢。不烧饭。你看那边是鸡块。鸡块那边是无含肉率八十趴，一包八块，两包三人。墨镜含肉率88，卖让你改三啊！我先给钱，要三百哦。来三百，三百钱。鸡块上面几个三百？鸡块哦。我来讲哦，我这两包鸡块你等我吃好嘛？你搞要买三百，我一包再送给你，我一包再送给你。我来讲，全部四个人给搞，要鸡块要吃三百哦。来，我三百哦。一包卖你一包含肉率88，先给钱，一包卖没得送你。我一包卖你银夹啊，你啊，全部三个人，来三百给我。三百。有用哦，三百够了不起哦。三百啊！最后一个三百。三百。最后这个三百了没来无？来，你看后面的鸡块八块，吃看卖140了无？八块。见过吗？鸡块卖八块，好了，40看看。八块来。八块。八块。十八 OK。八块好没来无？睇下对不对？八块了是吧？多了了哈。哦，谢谢。头前，这头前。OK 啊。你看八块三百，谢谢。最后一个八块结束无啊？最后的150上面写八块。八块啊！谢谢，感谢。好，钱啊！不少费用哦。好，过来要吃啥？有要点啥物？恁来吃无？真侪话咧。我好玩。哈？虾子可以个。虾子可以。来，我好你去哦。过去一千块，你其他无够。来，五百。来，虾子我来讲，我特别无青蛙吼。最后后边要动手了，来要吃虾啊，一千五块了。来，钱。三叔啊，活动的啊，我做玫瑰小姐的，拢看，你敢讲，看做花了用抢的无？哎呀，袂来骗啊，来，大只啊，大只啊，来要只，一千三要只。来签咯，肯定。来这个活动三叔的面。对啊，我就两个人去搞袂落啊，两个够了。来两个人去咯。一千块够了咩啊？无一千。来签咯。我跟你讲哦，三个人计计钱啊，我遐啊你一定要买啊，无来骗，袂足济啊，信用真正好个，我只包过你啊。我只要告你啊，一样三吧。我只要要送你，平安的一千块你都买袂着啦。全部三个人加，你若加袂一千啦。来签啊！来签啊！五啊嘛，你只要花米啦，一千啦，拢啊。签啊！只活动的啊，保证活动的啊，第一气温大起来啊。最后过两个一千，要买来无？一千。一千咯。要来要食虾来无？你边可能无看啊，这话你看一下，袂足好，我无歹好笑。这有买啊？这拢买一千，你该看这大只啊！无甲你乌白讲，活动的啊，活流动的啊！你问阿姨买足济块啊？一千块，真正啊！你问阮边啊有买人客，你甲讲，莫问我，你问我袂准。哇！你问有买人客。来，你看坐一架小客，坐你弄。最后搁一千三百来无啊？一千咯。最后搁一千两百来无？一千咯。是啊，你帮我下，我袂，我袂买。啊，我来讲啊，无恁无买买两下落啦，好不好？一千了啦，攞下去吧。好钱啊，不能啊嘛。你食袂了，买两下一千啦。够要食袂了无？一千。攞下吗？四百了啦，食袂了买四百。四百来啊。四百啊。四百够一个啦。来四百。我买一包包就够了，我买。我买，我买。黑罗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阿弟啊。好，对家庭，贵州人，贵州人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别挨啊，我请你。谁啊？上面啊？阿弟啊，对家庭。炒料啦。可以啊，四百块也不了，四百块贵的。好姐，四百块有咩来无？四百。四百。拢有啊，有了收起来啊，拢无啊。个人要买两百，要买几盒？两百。买两百 ，OK。个人要买几盒？两百，拢无紧，反正对，紧了拢没有关系。有啊哈，好来，你冇去。OK 啊，好姐啊，是啊，我带了你。我开两百块，不好意思啊，无买足一个。两百块有咩来无？够买两百了，进了。两百啊，买两百进了哦。OK 啊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阿多上面讲差五百，炒牛肉上面讲美女三百就好。三包。这是黑胡椒沙茶，一点黑胡椒，黑板牛肉，一包一样，我两包五百，三包四包五百，五包五百，六包唔免五百，你差看卖五百够弄诶。
三百了，三百啊，一包总五十块。重点是介绍，重点是做好吃，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个人要食牛排无？黑胡椒牛柳三百，我这袂嫌啊。是够一个吼，无啊，唔是啊，都还袂收诶。唔爱吼，三百够要爱无？牛柳，三百，拢有诶吗？哎，谢谢。到人要买三包，等你炒看卖无？百五你炒看卖，这真正好吃。百五人要炒无？百五，拢有啊吼。好啦，姐，你帮我收者，谢谢。啊，这碗就话这上好食哦，恁吃。你要食蒜鱼，要食鲑鱼，拢爱讲我早出济啊。鲑鱼、鳕鱼，好来。这乌鸭丸这内底有包咸鸭龙，一包十二粒，两包安尼二十四粒，卖三百二啊，后面两百用钱的，这咧足香的。我只要搁送你，今仔你来摕钱的人，我只要搁你四啊，我四十八粒啊，两百。来两百啊！来芋头丸，我来要钱的，我要蒸的吼，两百块俩。哦，这个来蒸的钱的，超好食啊！这你真正爱买。有人买啊？无两百。两百。好啊，两分。好，对啊 ，OK。这啊，我来讲啊，两位老家啊。你妈买过一百块鸡脚看卖啦？哦，来这一包，一百脚看卖啦，好食啊，袂歹食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，今天就好啊，搁落来点啦，无啊啦，最后四样啦，一百，一百试试到几个？最后这两个吧，那我拎到啦。最后这两个上面写啊，一百，来一百啊，拢有啊，有。来，林某，来，收表。啊 ！N 强来，我讲 N 强要吃四百了。哎 ，N 强四百。好，我等下处理。N 强四百，只要不要？多来多来 ，N 强来。我来讲啊，这是四百二百加二百 N 强特殊品啊，一包一斤十二条啊。你若要吃好的，你一包真正要龟壳草，要你用迄个过年龟壳草给你熬了 N 强啊。这条你也一包你也不要动了，四百了。来四百，我这包要送你四百块。四百。我要吃 N 强啊，我们。